所以即马就是讲哦，真侪人的思考拢歪去啊，啊，同啊变作拢伤乖啦，啊，伤乖是咱个伤乖，因为伊认同即个中华民国即个政府要代表台湾，啊，所以就变作无啥物通甲反抗啊。啊，你也是讲中华民国是外来政府，是一个流氓体制，啊，当然要甲反抗啊。啊，反抗毋是讲你就袂使选举，你若选会赢。就表示认同你主张的人有够人啊，安尼较有啥物人，就一定爱甲承认，敢毋是安尼？啊，所以我是感觉，这因拢想袂通啦哈，啊，所以啊，就也无啥机会甲伊来解说这种的啦，啊，所以目前就只好停留安尼啦哈。啊，像讲这吼，其实像迄、那个，伊只有我就免逐条啦哈，比如讲伊只要退出政府教育机构。啊，也是讲抵制政府部会啦。过去有一挂人哦，因为伫讲伫即个流氓政府内底食头路，啊嘛食到真艰苦啊。因为做真侪代志，拢爱变作违背家己的良心啦。啊，所以真侪人都不爱做啊，提早退休，这嘛是一种啦，哈。啊，这至少是讲提早退休也无算大损失啦。啊，但是就是讲，你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到尾啊，要决战的时阵，你若会当退出，比如讲啦，举一个咧，像前边迄个司法院院长，迄、那个叫啥物来，啥物名？唔是，搁落来，司法院院长啦、啊，就即马即个司法院院长的前一任啦、啊，啊，赖英照啦，像赖英照，这其实嘛是非暴力抗争的一种啦。只不过吼、哦，因为伊普通时啊较无甲咱联络啦，啊，咱嘛毋知要咱甲伊声援啊，啊，像这，讲伊会使做，啊，伊嘛不爱做，安、啊、尼这嘛是非暴力的抗争啦，啊，啊，咱若愈侪人，啊，愈会当做大官，啊，比如我问阿仔陈武雄，家己感觉讲哦，良心发现，要徛伫台湾人民的身躯顶，伊同阿不爱做，啊，这嘛袂歹啊，啊，对吧？啊，但是像杨志良迄无做嘛是要咧骂台湾人，啊，这嘛这都唔是安尼意思啦，哈、啊。就是讲你着是爱徛伫咱台湾咱人民的这边，安尼开始叫做非暴力抗争啦，哈、啊。啊，像讲哦，拒绝帮助执法人员啦，哈、啊，比方这个检察署啊，要来管罚钱啦，啊是警察要罚钱啦，啊希望咱爱做啥物工作，咱拢卖甲帮忙，这嘛是种非暴力抗争啦，哈、啊。这不合作就对了，啊，啊，这个有时啊，咱家己有啥物名牌加标志啦，哈、啊，而且是讲啊，伊这文字啊，大概能够130啦，哈、啊，伊啊写讲啊，拆除咱家己的名牌加标志啦，伊这拆除的意思啊，家己的名牌加标志是流氓政府内底咱的名牌加标志啦。甲拆起来，毋是来咱遮拆咱的旗啊，拆咱的牌啊啦，啊！比如讲，你若是警察伊煞无拢有配这个啊标章啊，啊，佮有配个甚物号码啊，啊！伊若到尾啊，伫抗争的时，徛伫台湾人民这边，伊会使甲伊拔过来，表示讲伊无爱做因的警察啦，要徛伫咱台湾人民的身躯顶。但是咱台湾人哦、啊，咱台湾的经营嘛，佮真特殊，伊若要甲你啃的时哦、啊。伊个牌啊嘛拢白白起来啦，对不对啊？互你看袂出来讲哦，到底迄个是警察还是毋是警察啦？啊，这就是流氓政府啊恶一个所在啦。啊，照讲，人其他个国家人个独裁者，较少人安尼做啦。伊个独裁就是毋惊你嘛，哈、啊。所以我做一个警察就是牌啊挂咧，要甲你牵就甲你牵啦。啊，等到咱台湾是警察要共牵个时，牌啊拢摕起来。啊，所以互咱无多。这个摄影纯正来个过啦，啊，啊，所以这番伊这嘛是一个变形啦，啊，啊，第二讲哦，拒绝接见被任命的官员啦，哈、啊，就是讲有人要去做官，啊，啊，要来跟咱见面，啊，咱会使个古仔讲我不会跟你见面，哈、啊，这就是这种的，哈、啊，啊，拒绝解散现有的机构啦，哈、啊，比如伊要叫咱公道名，哈、啊，这个边爱拆过来。啊，公投名啊解散，啊，咱就是该讲袂做袂到啦哈。即使
伊下令叫警察来，咱嘛是爱甲伊抵抗啊，所以甲伊抵抗啊，所以这叫做啊、政治性的啊、这个公民甲政府的无合作啦哈、啊，啊，公民无服从的代替方法啦哈、啊，就是讲消极的啊，是缓慢的服从，就讲、是、你看表面看起来啊，敢那服从，啊，其实你是拢在甲抽后脚啦哈，就讲表面看起来敢那服从，啊，其实你。不一定拢全部听伊的话啦，即、這个应付应付安尼意思啦。咱台湾话应该是安尼讲啦，拢该表面上该应付一下啦，哈、啊。啊，在没有直接监督下、啊、拒绝服从，啊，表面上应付应付，啊，若无伊若无看到，就拢莫插伊啊，哈，就安尼意思啦，哈、啊。啊，公开的无服从啦，哈、啊。这是啊，不公开甲谨慎啦，哈、啊。这两种啦，哈、啊。啊，隐蔽式的不服从啊、哦，这个头前这嘛差不多啦，种看起来表面上看的敢若服从，但是无服从啦哈。啊，是讲哦，第137种哦，拢拒绝散会啦。这大概咱可能拢看过几啊遍啦。啊，比如讲游行的时哈，伊拢会讲9点、10点就爱叫咱解散啦。啊，咱若是真正要甲伊抗争，咱就是甲拖嘛哈。啊像前边迄个517，大家还记得无？517伫凯道啊，迄边嘛袂少人啊。啊，咱公投门伫内底啊，都有警察来驱离，迄就是拒绝解散啊。啊，拢是较政治性的啦哈、啊。所以这有几项，其实咱着啊，拢有咧运用啊。搁落来人静坐啦哈，静坐啊，就是咱去凯道啊，着坐落来，啊是讲来立法院着坐落来。啊，啊是路人坐落来，啊，啊像遮个过来哈，上尾仔哈，啊拒绝你做兵啦，啊要甲驱逐出境，咱嘛拒绝啦，啊是走一避啦，用假身份啦，啊啊公民不服从不正当的法律啦哈，啊这条哈，伫台湾特别明显啦哈，咱会记得迄阵的啊戒严的时阵啦。中国国民党拢讲一句话，叫做啥？叫做恶法异法啦。恶法异法就是讲哦，戒严法虽然是歹，但是伊嘛是法啦、啊，所以大家拢爱遵守啊，依法行政啊，爱遵守法律啊。啊，这马英九迄阵就拢利用这种思想啊，咧骗恁台湾人。啊，恁即马爱了解不正当的法律，我们都可以有反抗的权利啦，啊，都有反抗的权利。啊，这个是不合作的方法内底哈。啊，政府员工内底行动哦，伊即摆佫特别加这个政府员工啦哈、啊，因为政府员工是政府内底正重要的一部分啦。啊，所以政府员工若是讲会当徛伫人民的这边，啊，啊，咱就啊，加做力量的啦哈、啊。比如讲哦，拒绝执行特定的指令哈、啊，啊，将拒绝通知上司啦哈。啊就是讲哦，定时要叫你做啥，啊，你就条讲不爱甲做啦哈。啊嘛不爱甲咨询哈，啊通知互顶管的人知影，哈啊，甲这个资讯哈，改阻塞甲拦阻啦。阻塞的意思就是讲互伊袂通啦，啊，你不爱送互你的同事看，啊是不爱互你的顶司看，啊是甲顶级的政府不爱送互下面的政府看。这拢是叫做阻塞甲拦阻啦哈，啊，一般行政管理的不合作哈、啊，就是讲啊，刁工啦哈，当然管管的互当我判给你啦，啊，啊，这有时啊，咱在哪讲一个正常的政府内底，当然这当然袂使无伊啦，但是若是流氓政府要压制人民的这个当然，咱得想办法互伊拍无去哈，互伊袂当执行。啊，这就是爱行政府的员工内底靠我都安尼做啦哈。啊，这140多兵变哈、啊，这就较严重啊啦。就是讲警察甲军队到尾啊，同啊甲人民徛做伙，顶管的命令伊就不爱服从啊啦。这就算真严重啊。普通人到这个阶段啊，这个通知的政府大概拢要倒台啊啦。啊，警察敢徛甲人民徛做伙？啊，是军队敢甲人民徛做伙，差不多是安尼哈。啊，国内政府的行动啊，
就是准合法的回避跟拖延啦，哈、啊。这国内政府就是敢那，即马伫台湾啊，差不多是较属民进党加这个啊台联党哦，加政党啊，较有法度做啦，哈、啊。啊，当然希望讲这个台湾民族党啊，啊，因慢慢发展会顺利，啊，有较有实力去做这个啦，哈、啊。啊，国际性的政府的行动啊。包括换代表啦哈，比如讲你个看，征变日本的代表啊，伫台湾的代表，伊讲台湾还阁毋是一个主权的国家哈，独立的国家，马英九就马上甲日本的代表叫伊转去啦，啊，这伊会使对付咱，连江咱嘛会使对付伊啦哈，这双方面拢会使安尼来操作啦哈，所以就讲这个外交。的代表哈、啊、来变换呐、啊，这是一种手段啦哈。啊，这个延迟跟取消外交活动，因为台湾不是这主权独立的国家啦，所以讲起来咱实在是无啥物外交的活动。啊，但是你啊注意看新闻哈、啊，美国呐有时啊对台湾较好的，中国伊会抵制哈，伊会讲要甲美国要开啥物会，伊暂时无爱开，哈、啊，用这种方法，这嘛是无合作的一种手段。啊！伊这是中国在对付美国啦。啊，未来咱嘛是爱想办法用这来对付其他对咱不利的这个国家啦哈。啊，这保留外交承认啊，我今天看报纸讲，中华民国啊暂缓承认南苏丹啦哈、啊。其实伊这拢骗人的啦，中华民国凭啥要伊讲承认？你家己都唔是一个。国际无承认的政府，你是要哪样承认别人的政府，对不对啊？所以伊这讲哦，暂缓承认的意思，听起来敢那讲，我会使甲承认，但是暂时袂甲承认。啊，讲你若讲哦，讲我背起就是讲哦，你慢慢家己闹开啦，你都无资格去承认别人是毋是国家，还是一个政府啦。所以这哦，啊，咱的人无得甲拢无啥注意这种的用词啦，哈，拢会骗甲。变甲戆戆说就对了啦哈，啊，包括讲退出国际组织哈，退出国际组织，这就是中华民国这流亡政府当初啦哈，伊家己讲哦，伊退出联合国，啊，啊其实是联合国甲赶出去啦，啊大家爱记住咯，联合国唔是甲台湾赶出去哦，啊联合国。咱台湾慢慢加入联合国哦，大家爱用爱，中国国民党拢敢讲哦，台湾伊伫1971年伊予联合国赶出来，俄国被联合国驱逐，唔是安尼啦，伊个真正的事实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伊予联合国决议甲赶出来，内底拢无讲到台湾呐，拢无讲到台湾，所以大家唔通误会，咱是去予赶出来，咱嘛以前拢无加入，阿嘛无去予赶出来，啊，因为咱台湾还阁毋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咱这个代志阁看一下哈，人南苏丹两公前啦哈，应该是两公前嘛哈。独立嘛哈，对不对？正式独立，人联合国，甲只国际国家拢欢迎南苏丹变作联合国的一个新的成员，欢迎呢。人是一个新的国家，当然人欢迎啊。啊，唔是讲咱台湾用中华民国这个名，啊，还是讲用台湾这个名，要去加入联合国，啊，联合国的秘书长。佮甲你等倒转来，啊，当然伊等倒转来理由是写了唔对伊啦，啊，伊照讲是无管理啦，但是哈、啊，咱用中华民国还是用台湾，要去加入联合国，是安那人较袂欢迎，人南苏丹人比咱较少，啊，伊是有石油啦，人拢欢迎，啊，是安那人咱要去加入袂欢迎，这就证明讲咱要佫唔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啦。啊、所以咱一定要经过主民投票来建立台湾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程序若无完成，
人无国际无法度接受咱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这个程序若完成，咱宣布独立了，我相信联合国嘛是甲会亲像对待南苏丹共款来欢迎台湾加入联合国啦。伫这个进程，咱拢唔通去笑想啦。所以咱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推翻中华民国立王政府体制，一定要把这个体制先甲收起来啦。国名要改，要制定咱家己的新宪法。但是你要甲收起来，第一国名你无法度改，新宪法嘛无法度制定啦。即摆嘛有人安尼讲，讲哦，得要等小英当选总统了，伊会帮咱改国名，伊会帮咱制定新宪法。我要甲大家讲，这足困难的啦，非常非常困难，因为伊无法度，因为伫体制内，伊无法度达成要修订宪法迄、那个民立法委员的代表的人数啦，迄得要四分之三才会当改变。迄毋是讲你做总统就会当改变的呢，颠倒咱这条路。速度会较紧啦，咱这条路就是随甲中华民国甲呛声，甲马英九赶走，若讲紧啦，未来若是小英执政，甲小英赶走，啊，当然上好是小英甲咱配合，小英家己走啦，伊要甲中华民国这个国玺带着搭直升机走，中华民国就灭亡了，然后台湾就组织新政府。经过自民投票，哈、啊，自觉投票建立咱家己的国家，所以大家对选举哦，一方面咱来支持民进党，是目标是因为要推翻马英九这个政权，但是推翻马英九这个政权，并无法度推翻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这个体制，这是无同款的战术啦。啊，即卖真侪人拢这两行甲揽做伙，伫遮咧讲，哈、啊。啊，所以当然以后咱若要做工作，当然较歹做啦，哈。啊，所以真侪人拢会认为讲咱无支持小英，其实咱拢支持小英啦。啊，咱嘛支持黄岳虽自民自决公道建国的主张，因为这是一条正确的路，咱爱主张这个连续，哈。啊，小英爱拍拼，啊，动算了，爱甲行转的这条路，啊，伊爱用体制来修习。中华民国立法政府的这个体制啦，伊若无想要安尼做，伊就是无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啦。这爱大家爱先品的啦，哈，先品的。啊，唔是讲我安尼讲，是反对大家去投票给小英，因为大家爱先投票支持小英，给小英有迄个力量先把马英九救了啦，哈。啊，小英当选了，爱思考。安怎会当建立台湾主权独立的国家？啊，体制内要正名制宪，这是一条行未通的道路啦。啊，咱的真侪本土社团，即卖要搁咧思考这个方向，我感觉这是浪费资源的做法啦。哈、啊，只有呾甲大家交换一点意见啦。哈、啊，安尼我相信啊，今日我要甲大家啊，这个介绍的，就是无合作的方法。有三大类啦，社会性的、经济性的、甲政治性的。啊，社会性的，咱加减会当做啦；经济性的，咱真有限啦，哈。上侪是个人尔。啊，政治性的，咱就是咱这呾就是政治性，非暴力抗争无合作的代表啦，哈。即摆政治性无合作的，啊，大部分拢是伫办公室内底啦，就。真少像咱安尼伫街路的，啊，所以咱应该爱对家己爱有诶定位啦，哈，爱有信心，爱认真来做，因为这条路是辛苦，哈，啊，但是这条路是正确的道路啦，哈，所以我甲大家分享到这，哈，啊来啊感谢大家啦，哈，啊大家真辛苦，啊多谢大家拜三，哈，啊拢愿意搁半时间来斗阵啦。因为就要靠咱大家斗阵，咱这个非暴力抗争啊，靠这个运动，靠有法度啊继续维持落哈，啊至少啦哈，至少啊
嘛爱维持甲侯医生倒转来啊，哈，侯医生在九月底开始倒转来，啊，所以大家爱继续拍拼哈。啊，若讲搁较理想，至少嘛爱维持到明年小英当选呐，对不对哈？啊，若搁较拍拼的，上无嘛爱维持到明年五月二十小英就职啊，对不对？因为你一月十四选举拿投票选举拿赢，到五月二十就职进前，马英九嘛有可能变一挂垃圾波啊，所以嘛是爱靠咱恢复咧空间的人啊，替小英来加持啦。小英的温和理性，那伫马英九的傲波之下，无咱的加持哦，我看伊啊会小可会紧张较对啦。啊，我相信咱公投们的训练，应该会予伊真大的信心啦哈。啊，然后，啊，这如讲的时间有长啊啦。然后小英若顺利就职，咱阁过，就是要要求小英爱终结，啊，迄阵的，迄阵民讲甲推翻啦，对不对啊？马英九爱讲推翻，啊，小英就是爱甲讲终结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体制。伊得爱里外联合作战，哈、啊，分进合击，把这个流亡体制给终结个，啊，安尼代志就顺利了，哈、啊，啊，所以这要个讲个路要个真长啦，哈、啊，啊，大家继续拍拼，哈、啊，感谢大家啦，哈、啊，感谢大家。